帽，拉手，发展线球。三秒，发展，我们的七号接到球，传给九号，九号给七号，八号切入。动作的出手没进，我们前进48号抢到防守篮板，传给2号，二号传给0号，向前推进，有背后运球，再一个转身，三球。七号，
小队八号回传5号，5号守门9号，5号出手要来犯规。9号罚球2次，第一罚没进。第二罚还是没进，球员77抢到防守篮板，传给7号。有机会将底端推到平手，这是一个关键的罚球。7号罚球没进，8号想要进攻篮板，要到犯规。
子阿八号自行罚球。
上场。